一只脚穿一双，嗨，一只脚穿一只啊，换着穿。为什么没看一双好看呢？我得穿阿迪的是吧？我也觉得你的观点是正确，这双好啊。绿色最佳队员是不是就是我呀？又是我，我要疯啊！金球奖不是我的，跟你没完。去提及阿森纳，没让我登场，为什么这么关键的比赛不让我登场？这，祖梅被淘汰了怎么办？跳过？难道再踢一次吗？果然要再踢一次，然后把热刺踢了，然后埃弗顿就可以歇，然后再去踢阿森纳。出名单太慢了，我不就是想看个名单吗？谁要看球员握手？但是迪巴拉来了，更吓人，还有孙兴民呢。哟，进了啊！这也不进，门将也太神奇了吧！还是鲁尼太神奇了，怎么踢都不进。裁判吃的非常怪，哇，鲁尼竟然还有速度呢，有什么意义？吭哧吭哧跑半天，最后一脚传给门将，你还不如直接就把球给对方，怪费体能的。为什么不给我？我都空了，我都可以单刀了，非给费莱尼干什么？错射，啊！门将是要疯了。鲁尼，看你的了 ，yes。1-0，我又一次助攻，一会儿去看看助攻帮我拍第几了。鲁尼终于开口吃我喂的饼了，味道习惯了。孙兴民，迪巴拉，布林德的防守又失败了。孙兴民 ，Oh no， 被扳平了。哦，林加德，这种机会怎么可以这样踢？失误喽！哦，千里走单骑，这边又被门将扑到了，这门将是要疯是吗？还要怎么射？再搓一脚呢，啊！又被门将扑到。好球啊，马塔！不辜负你了，竟然踢偏了，竟然在门将的光环下把这个球踢偏了，怎么回？抢断，抢断！不越位了，加油啊！呜，行啊，最后能射门就可以了。蓝手套，还不骗个点球呢。8.7分，评分还可以。问题是，球队平了，迎来了和阿森纳的重赛。足总杯，我们这次要在主场淘汰他们。阿森纳极速，看极速我就笑了。中场那克里斯蒂安特吗？不认识。右边前卫是谁也不熟。拉米塞去踢前腰。好球啊，埃德拉射门 ，yes， 1-0，还解锁了一个成就。这球，对不对？只能说传的好啊。再助攻一个，埃德拉射门，啊，被切克扑倒，为什么不打远角？北京时间
早上吧。鲁尼奇 yes 二名，终结能力加一。你要干什么？还好，赢得本场最佳队员。关键是我们赢没赢啊？哎，4-0，三个篮，多么好的一个对手啊！要不1-0，还是赢啊？另外，最近林加德怎么总出场啊？马塔被卖了吗？也没有啊。那个蓝色手套小新人又进球了，又杯赛，主场对胡尔城，场上远射，这也太远了吧！哎，你那儿跑跑啊！Yes， 哎，你终于吃我的饼了，1-0。这个配合还是挺帅的，我们传了好几次，最后球到菲利脚下，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啊。门将扑了一下，还进。再大一步能死吗？接下来是不是还是英超？我们又买人了。这谁啊？又是年轻队员，高报价就70万，你跟我开玩笑啊？70万还是700万？70万对不对？啊，马夏尔被卖了 ，shoot！ 我说林加德最近怎么总出场啊？2600万，别卖人了。马夏尔，我刚跟马夏尔提出点感觉，我们卖了马夏尔，买了他。贝格森这条新闻还说接受了对他的高报价，70万，对不对？70万也是钱吗？我俩月薪水好不好？他签的什么人？签点后卫来好不好？他就是中后卫 ，really？ 他爹这也太烂了，罗梅洛都踢上首发了，这三个门将轮换上是吗？你就让德怀亚一直在上面待着能死是吗？鲁尼。鲁尼，给鲁尼的，鲁尼不会辜负我 ，yes， 1-0。难道又是我防守失误？鲁尼拿球之后扭头往回走，哎，这次竟然没有来了。搓射，我靠，又被门将扑出来了。嘿，哇，还有这么积极的抢劫，最后换来的是一个失球了。2-0，终于又进球了，感觉好久没进球了。看看都买谁啊？埃弗顿，卖掉人挺多，球员买入那个人是谁啊？3000万，我竟然不认识。然后德布洛费乌、戴维斯，竟然第一个人加一块才卖了500多万。德布洛费乌应该挺好用的吧 ？QPR 买这是谁啊？感觉也都好烂啊！把布特兰德卖掉，曼城没有买任何，也没有卖出，也没有做任何交易。曼联我们买了一堆小黑人来，卖了一个门将，卖了马夏尔，还卖了马塔。我的天哪！又卖主力，买小黑人，好吧。QPR 买了洛佩兹，没花钱，东窗免签。切尔西卖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我还不认识。阿森纳也卖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也不熟。利物浦卖掉了詹2000万，啊，就这些。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交易，可能最大的交易就是我们把马夏尔、马塔卖了吧。看看我们新队友，一个我们买了一个前锋叫米舒，1500万，然后还买了一个后卫，21岁，数值68，700万，还买了一个左边后卫，也是个小黑人，2000万，数值71。
然后另外一个中后卫1400万，从拜仁慕尼黑买，应该属于潜力不错那种吧，估计我看不见他长大。我们现在联赛还是排在第一，领先排名第二的曼城5个积分，也还好。射手榜我20个进球啊，领先排在第二的穆勒追上来11个，助攻榜我有6个，瑟林还是8个，好难追啊。